嗨，大家好，我是偷刀。我们现在来到汐止火车站这里了。今天是2020年6月29号。然后在今天台湾这个时间，我们的疫情已经接近趋缓了吧？十分感谢我们台湾防疫队付出，那我们现在可以无忧无虑出去玩了。那我们就出发吧 ，Go！哇，没有想到我们回到熟悉的地方哎，台中。这边的风情人文还有美食，我真的都觉得让人忘怀了。那等一下我们就租个车，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咯 ，Go！哇，我们的火锅已经上来，那我们开动吧。哦，今天我们点了奶香咖喱锅。哦，我好久没有回来吃这间店了，我还蛮推荐他这一间店奶香系列的火锅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这家火锅店？那我们现在吃一下豆皮。哦，豆皮经过烹煮过后，它吸满它的咖喱汤汁，咬下去咖喱味道在嘴里炸开，感觉好舒服啊！我觉得可以啊。那每次看猪肉片如何吧？猪肉片吃法我是还蛮喜欢搭配他们的这种特殊酱料啊，店家自己调酱料。沾一沾，再拿去和它的鱼松饭，我觉得这样子吃很香耶。给各位看一下，哇！哇！这个味道只有台中才有。他们这个火锅最有特色的地方是说，起司咖喱或奶香锅是里面真的会放起司进去煮。那等一下我们把火锅吃完过后，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吧。大家好，我是偷刀。我们现在来到了台中的微酱钓虾场这边。那等一下我们钓虾钓个2小时，看看说微酱钓虾场它这边的表现会是如何吧。那我们就准备进去开单做钓咯 ，Go！OK 啦，我们的钓组还有我们的饵料都准备好了。今天我们的饵料是使用豆饵三袋。那等一下我们量完水深就准备开单做钓咯。我想要开2个小时。好，
OK 啊，各位，我们已经开好两个小时母虾子，他这边两个小时只要450，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做钓吧。红浮标下沉了，那我们开枪看看，看有没有虾吧。哦，开浮了呢，给各位看一下，我们今天第一只虾子是正吃起来的。哦，好像有号喽，浮标慢慢的下沉了。3、2、1，不许有，孩子该起来了，给各位看一下，看这只也是正吃起来的呢。虾人会知呀，嘿呀，讲袂假就是袂假。我们钓了两个小时的过程中，好煎熬啊。唔通哦！6点到时间内有8竿、4斤，等待下三只。啊！哦，他刚放虾了，我们时间也差不多要结束了，那我们就准备收单吧。天哪，今天的钓况有点硬了。我们已经消好单了哦，那我们现在来算一下，我们今天钓两个小时450元的母虾池，有几只虾吗？有这么大的网子，显得额外的空虚啊！那我们来算一下有几只虾吧。嗯，1、2、3、4、5、6。我们钓两个小时，450元，有6只虾。那我们现在用台斤秤来称有多重吧。半斤耶，可以了，因为钓虾只是个休闲而已啊。OK 啦，那等一下我们把虾子料理料理，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咯。嗨，我们回来咯。现在我们来到了义中街义民商圈里面的一个套房，我觉得这边很特别，这边一晚要价500元。然后稍早我有去义中夜市那边买了一点东西回来吃，那我们就一起去吃吧。那我们来一起看看我们刚刚在义中夜市买了什么吧。哇，没有想到说我们才去逛个夜市，我们就失心疯了，买了炒面、章鱼烧、卤味还有鸡排。
当然，我们吃这些宵夜的时候，不可以忘了我们的好朋友。那我们的宵夜还有宵夜好朋友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吃吧。我非常喜欢益中街这一家章鱼小丸子啊，它一盒章鱼小丸子只要35元，十分佛心的价格啊。没想到它跟回忆中的味道完全一模一样。感觉今天它这个烤鸡排的肉质还有表皮跟往常不太像。我记得我对它鸡排印象，它是属于多汁的鸡排，然后它炭烤的外皮不会跟肉轻易分离。给各位看一下，你看它的表皮跟肉感觉就是松松的，完全没有粘合在一起的感觉。但是吃起来就是有种……不过没关系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喝喝看虎牌的冰酿啤酒如何呢？哦，怎么感觉它跟平常的虎牌喝起来没有太大差异之处？各位啊，我深深感觉到它的米肠完全没有入味，这怎么回事啊？咬下去就是满满米肠的原味。嗯，不是吧？没有想到它这个卤味吃起来基本上都是没有入味的呢，我连吃最会吸汤锅烧面都是这样子。各位啊，你们也知道我们虾土豆频道也算是一个北北基口味吃最重的美食频道，对土豆烧不行，不一定是不行哦。欸，我今天能在益中街的夜晚能遇到这个炒面，因为通常我们在中部的时候要吃到这个炒面，我们必须要在早上或是中午的时候才吃得到。我们竟然能在这个夜晚吃到这个中部炒面，能买到它，我就先给它赞了。我觉得这个很可以耶，这个跟我以前住台中所吃到的味道一模一样耶。你知道这间有多中部吗？100分哦，它直接开在中部。哦，桌上所有的美食我们都吃过一遍了，这个卤味除外。那我们进行吞噬模式吧，催泪。那我们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咯，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
拜拜。